大家过年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王老师好。看这是祥云缭绕啊，挺喜庆的。这是我姥姥留下来的东西。您姥姥？对，姥姥的那个父辈呢，在大连开那个绸缎庄。哦。这个呢是当年姥姥的嫁妆。哦，当年姥姥的嫁妆。对，您看啊，这是江南织造陈74。江南织造。嗯。我们可以追溯到乾隆，甚至雍正啊，很早以前，甚至能想到曹雪芹，啊，和他的父辈，还能够联系到《红楼梦》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，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，情感不顺，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细的报告来，这个七十四啊，是满洲人，是晚清织造大臣。那么像这种呢，我认为呢是景帝，这里边带有些金线，比较考究。时间上，按照他这个老化的程度，按照他这井的编织的时间来看，我认为呢应该是晚清时期的。这路东西现在顺势量呢不多了，不可能有大块的，所以你这个整批的东西应该说在20万到30万之间。名称有一种妙相华贵的这种菩萨的这种感觉，他做的很生动，璎珞这个连珠纹，还有这个莲花座，都精雕细刻，一丝不苟。一般下面眼帘呢，它要高于福帘。这个乾隆北京工艺的是一个重要的特征。因此，综合分析，这件东西是乾隆时期的一个观照的菩萨方的弥勒佛造像，是一件珍品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而且呢，听了陈先生这样一讲呢。哎，你看我们一般说弥勒佛，都觉得比我还要胖啊，是一个那种男人的形象，弥勒佛嘛。但你看这个弥勒佛，起码乾隆时期的弥勒佛，藏传佛教的是这样的。08年的时候啊，北京瀚海拍过一尊33公分高的明代的弥勒佛造像，拍了280万。这尊东西呢，它因为是观照的，所以它的这个等级入分是比较高，价格上肯定要高很多。这个是孝治皇陵大碗，这个是我大哥在厦门的一个朋友那边家里，花了5000块钱。恰似珐琅，又叫锦钗琅。你底下这两个东西啊，有款乾隆年制。你这件东西呢，它这个恰似啊，出珐琅的纯，分量的轻。那么这个鎏金啊，也不是纯金。包括这个乾隆金款，乾隆款带颜色的，你并不带颜色，就是现在工厂生产一个工艺品，你把它当做古玩来玩了。哎，它这个意思没有任何包浆，没有任何皮刻。今后买的东西要做。